偶尔拍进去哦。你要在这里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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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小孩子，还有个小孩子没进来，对。哎，他小孩子。对啊，他可以，因为他姐姐在这边。不能因为说什么姐姐太主要，小姐这样可以跟他一样。所以有的人那种，因为自己就在这边，就在这边。所以，哎，就是说一个已经进来，下一个那样，现在好了。老大刚好那时候还越来越严格啊，听说现在就在那里上台。对啊对啊，那个他其实没办法，当时严格。如果没有啊，他放在哪里？啊，就这样没有放在哪里？啊，本来你没有现在那边，他说他还没有满的学校啊，他会跟你讲有哪些没有满的去，比如去西松、去民权这样。中正啊，去中正啊。对，一般都进去的啦。哎，进的对啊。啊，你真的吗？啊，哥。哎，你都要资格审查。对，那样子啊。等假如有一个早一年，现在是这种，从四月20到30，我这期间在做资格审查。啊，谁在做？啊，我做。你是你学校的？很多人是啊，校长啊。啊，干嘛？他们啊。被马上骂，哎呀！他们都说了什么办法？他说的，后来会有人说。跟他完以后，那个上面就要报道完以后，后来。你现在放那个已经不用了，所以三年交集也没大事。你等下再骂我，你不能说谁去讲的哦，你的进交集就不放你讲，校长又不能说黑你。塞那么多人，然后我们对，现在排队的话，下次每天都会去，哪天发哪天排队，哪天去的啦。没地方，下课真的小朋友没地方。我们是有，我是有减班的。班是没有班，不减的话，如果不减只有班，还是一格。有需要设备比我们还好。一六，Thank you.